覺得其實睇電影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行為，去透過電影入面的人物的生命去經歷，有不同的觸動，我很多時候是發現自己。我叫卓翔，從事電影工作一段時間，由最初可能做一些劇情的短片，到後來有做紀錄片，亦同時間有做一些跟劇場相關的工作。